氢能源汽车比燃油车更容易起火燃烧吗？其实并没有。根据新能源汽车大数据联盟监测与管理平台的数据显示，2019年新能源汽车起火概率是4.9%，2020年至今起火概率下降为2.6%，而传统燃油车年火灾事故率约为1%到2%。新能源汽车起火事故的原因中，电动电池自燃占比为30%。随着电池制造技术的成熟和整车制造水平的提升，新能源汽车自燃的概率也在逐年降低，所以不用太过担心新能源汽车自燃。现在明白了吗？关注我，了解更多新能源小知识。